这个贝拉的这个老那个迪士尼家族，跟我这个狗跟 Kitty 的这个雪花棉，这个也有做优惠，哇，太爽！这个是三款，你们可以任选，可以任选三件，所以我要两件这个，一件这个。可以，然后你们要三款各一件也可以。我身上这个材质是雪花棉的材质，所以你看我整身就是很凉很透气，很像没有穿一样。迪士尼家族它的那个配色是那个绿色的，我觉得这个超有质感。所以这个啊，白色这一款的白色我推荐你们一定要买，因为这个颜色超可爱。然后我身上的颜色超衬肤色的，好不好？雪花棉的材质哦，现在天气穿就是超透气的。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图案。然后啊，我的是有这个蓝色、灰色，然后一样有这个白色，一样有白色。然后它跟刚才这样的那一款啊，材质跟版型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尺寸啊，这个到二 L、三 L 穿都没有问题。然后一样哦，侧边是有做开叉。弟弟的身高比较高，168，你看长度哦。长度的话，我呢是刚好盖过屁股，刚好盖过屁股。我们这三款都是同一个材质，同一个厂商，同一个那个什么面，就是同一个面料版的版型，版型面料都是同一个厂商，是同一个，好不好？弟弟穿的白色，你们看它就是会透。那一样，我是穿我们家的那个小可爱，就是配边线的那一组小可爱，后面是上花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会不会透。我觉得白色就是要穿很多次，对。这两个这是特殊色，请你们加起来了哈。然后还有基本色的黑白灰，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亮，像雪花棉的材质，这个很透气，非常的好穿，夏天穿得住的。